这是颈内动脉，所以跟这个大的血管，跟他打过招呼，应该没问题，这样应该没问题，不知道钉子跑什么地方，砰，打到这位，就是那下在这个位置，一点点大小洞。暴露出来这拔的过程还蛮顺利，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跟那个你满拔不一样，满拔你拽不。